花开局啊！哇，好狗一般一级都站草里的，啊，走这里差不多到了，点个眼，把他赶出去，都等他过来就行，站住这个位置就行。 站住这个位置！那个发泡菜狗头的是你，别删你！我没删你啊！你不发黄图，我删你干嘛呢？我操，没事干！你发黄图了，那自爆我，那我肯定删你！你又没搞事，哥们，干嘛删你？ 哇，好，这个英雄是这样的。我操，对面有母驴，感谢就想听你说一声哥哥好，送的办卡呀！这就想听你说一声哥哥好，哥哥好。谢谢兄弟的办卡。这个药要喝，这里可能要被抓呀！谢 GKU 送的办卡，谢 GKU 送的办卡，谢 GKULE 的办卡。好的，好的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 还行，不掉金晕，不掉金晕很关键。哇，他怎么血就满了？头都给你们打破！哇，这英雄怎么那么傻逼啊？他妈没管他，血就直接满了。我才一回没管你，你血就满了。 下这里，这里没拉晕我。下这，卡的位置，我直接 DF。 他肯定想帮我推线，哎，不用走的，不会上来的，干嘛想帮他推线呢？对吗？浪费喜感，哇，好炸了，是的，也不算炸吧，他这英雄还可以玩，但是确实他打建模，这样确实炸了。 但他有 DF， 他点燃都在，点燃闪现都在。为什么下本本不学网豪？设计师要拿网豪上分呢？嗯，啥意思？交不交闪？ 不玩了，他在干嘛？玩不玩？我是建模，所以我可以这么推线。你如果是青钢影剑一回家，你不是鳄鱼建模这种英雄，你就回家，因为这波。
能把经济全部吃完，能买更贵的东西。我知道，嗯，他是不想玩了，是吧？好，再买个真眼。有优势要记得买真眼。不想玩了，这兄弟们的荧光棒啊！玩剑魔怎么打男枪排到胶都不能用嘴胶，不能用嘴胶啊！优子哥也是场均一穿九嘛，确实。要有小优交下版权费啊，那用我的标题，嗯，真是。他是不是挂机了？六级，他跌幅还是在的，他可以秒杀我，不一定秒杀我。他技能打准的可以秒杀，我一般秒杀不了。会不会玩玩好了？玩弄，基本上记了，也没有被 open。为什么突然那么多莉莉娅？当然是好用啊。好用人家才玩吗？对手，我操，狂杀真的狂杀了，兄弟，狂杀起来！闪加点的，哎呀，烦死了！这网豪狗，他妈真的烦。只要有个莉莉娅在那边，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了。送了个人头，在这里，没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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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居然还放跑人家了，杀人诛心了，这是婉豪妈宝男，打的就是妈宝男，嗯，啊，当然妈宝男挺好的，那不能叫妈宝男，那这个叫尊重自己妈妈，懂吧？妈宝男，其实主播也有点妈宝的，但是更多时候还是比较尊重妈妈的，就是怎么讲，会比较听妈妈的话。妈宝其实没什么不好的，妈妈那么爱你，对吧？你死定了，跟你说。那妈妈，妈妈烫，妈妈烫，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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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烫，烫就对了，烫就对了。被婉豪扯烂了，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他妈真的烦，我妈气死了，走，快走！打他释放，光，再来个真眼吧。下版本有何评价？12点韩服剑。我先去体验一番，嗯，版本极限攻，嗯，全新版本，师兄弟就来喊我，今天晚上8点钟，我在沙场等你。
哇哦，是屠龙宝刀！哇，全服一把 SS 机。喂喂喂喂，嗯。广告没少看，是的。师兄弟就来喊我，收广告费的。Hello， 整个 Q 把他越了。这婉豪是真不会玩的，这个。他不止不会玩上单，他的婉豪都不会玩，他兵线都搞不懂。色提先生，你也不想让妈知道你的工作是？这你好像搞反。哎呦，医学塔输，是吧？他也顺。明天的削弱影响大吗？不知道，节奏应该会慢吧。但是我觉得对于国服而言，打架打到死应该没什么区别的，应该没什么区别的。God， 没有。来，狠狠的入这个碗房。哎呦，撞墙了！他把 Q 还交了。对不起，老妈。明天削子，也不是削子，其实算调整，其实是算调整。今晚维护吗？是。哎呀！他真没死过呀！还敢回来？看来是真的不想了。哎呦，还行吧，给我。哎呀，好烦呀，真是的，又死了一次，720。明宝周六升学考试，能不能给你加个油啊？加油啊！祝你能考到自己想去的学校。祝你能考到自己想去的学校呢。对吧，我还加了个捏，对吧，顺便把然然的祝福也给你安排上。我们一起跳舞吧。好耶。经典两件套是。明天建模更什么？不是明天建模更什么，是明天要很多英雄都改了。加生命值。削弱回血。扛伤430零伤之类的。其实我觉得设计师把复活给删了，但是我觉得复活是以另一种形式在，另一种形式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回血。你自己想啊，他把复活给删了，然后重做成回血，对吧？其实一样的，都这么帅吗？其实建模他的吸血超模就基本上相当于他的复活还在，就你可以这么理解。因为反正你复活被打死之后，你起来也是那么多血量。而且怎么说呢，复活这个东西其实职业比赛比较棘手。拿下兄弟们，大点个关注。以前没回血啊，兄弟你有没有玩过 S8 的建模呀 ？S8、S9 的，以前建模回血没那么变态的呀。